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刮这一张招财进宝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头奖奖金有10万元，有500个哦，总中奖率50%。这是来刮刮刮，先刮这个大元宝，刮出两个相同符号，即得奖金500元。来，两个一样的900元呢，有没有可能？还是没有哇，刮了54张了，还是没有中过大元宝。来看招财进宝吧，三个相同的金额即得开奖金，第一个是10万，第二个是什么？2000，哎，这一张有可能中2000。来来来，开始有点期待了。第三个金额是300，第四个金额是200，10万，有没有再个10万？哇，没有了，挪损，没有，所以只有2000，2000/10万呐、啊，然后300/200，哇，没有就是没有，算了，还有机会，看这只小牛了啦，看这只小牛，最后的中奖机会就看它了，牛，一样，三个相同金额，记得该奖金哦。来看看第一个金额是什么，200，第二个金额是500。第三个金额是200，第四个金额是500哦。目前200跟500是同登同分了、啊。再来一个，看谁会中，希望那个500，一万，剩最后一个数字了，200，所以这一张没错，三个200，总额300啦。所以嘞，来看看代码在哪里。应该有个代码吧，有 TWO， 所以这张中额新台币200元哦，最近好像都连中200元了，每一张又再加200又加一了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，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招财进宝刮刮的尾数54号宣告中奖，中额新台币200元，所以嘞，噔，要把200元的这边再加一喽，200元 ，OK， 好。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